战呐、啊、打不完了。现在普丁要出访中国，要去问习近平主席怎么办？详情如何？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智玉，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中俄这两铁杆兄弟啊，最近呢有没有情海深波，有没有生变，还是他们更紧密了呢？因为中俄现在看起来似乎要联手共同的抵御西方的强权啊。好，我们先来看看最近呢，哎，习近平主席呢先到了欧洲去出访了，然后呢出访之后赶快回到北京来干什么？等着他的铁杆好兄弟普丁来跟他拜访拜访。好，那其实呢在这个看2023年，习近平呢在他当选了新一任的国家主席之后呢，就立刻出访到俄罗斯去了，见了普丁。那这次呢普丁回访应该就是针对刚好也是普丁新一个总统任期的开始，所以呢第一个海外访问当然就是来到中国。那目前呢看到这个普丁应该会是在5月15到5月16号出访中国。好，那其实呢这个中俄两国啊，特别呢是在这个美国感觉呢就是要在这个制裁俄罗斯的一个过程当中，中国呢应该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背后的那个支撑的力量。人家不是说这个成功男人背后要有一个这个伟大女人吗？那现在呢这个普丁一直没有被打倒，强人背后呢还有一个更强大的人，中国在力挺他。好，那甚至呢这个普丁讲了，他说要到中国去，他送给习近平主席一本书，就是呢习近平之前曾经提过的，他说他很喜欢俄罗斯的一本小说，叫做怎么办。好，那怎么办这本小说呢，其实是俄罗斯俄国当地很知名的一个革命小说。那这个革命小说里面呢，它用的全部都是一种议会的象征性的一个讲法，你猛一看你觉得它好像在讲爱情故事，但不，它是在告诉你说斗争啊才能够让人民可以摆脱厄运，更好的生活。所以呢这本书其实通常大家会这样说，你看这本书之后，很多的一些青年，很多的一些革命，都是看了这本怎么办小说之后呢得到了一些启发。所以呢习近平主席之前说他很喜欢这本书，所以这回呢这个普丁总统就要拿了这本书到中国来亲手送给习近平。可是他不是看过了吗？再看一次，说不定还有普丁上头签名呢。好，那甚至呢我们带您看到在这个5月16号开始还会有一场在哈尔滨举办的中俄博览会。中俄博览会呢其实就是一个像招商大会的哦。那这个中俄博览会很有意思哦，它从开展以来呢就是一年在中国办，一年在俄罗斯办，然后下一年再在中国办，再回到俄罗斯去办。那你说这个博览会当中有什么呢？好吃好玩好买什么都有。里头呢会有很多的农产品，然后到这个地方来招商，然后会有很多的一些贸易，很多的一些电子零组件，然后会有一些服务旅行社啊，各种全部都到这个地方来做一场中俄博览会。那这次的博览会呢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做合作互信机遇。哇，机遇这两个字用的真好呀。对俄罗斯来讲，他会觉得也刚好就是因为俄乌战争爆发了之后，他被西方国家联合制裁嘛，于是呢他才回头一看，蓦然回首，习近平还在等我。所以呢你就看到了中俄之间的贸易啊突飞猛进，2023年总体的双边贸易呢来到了2401亿美元。哇，这是比过去哇成长非常多，而且呢已经达标了。本来呢他们有一个目标，就是一年要2000亿美元，结果现在一下子爆表了，还多了两成了，非常厉害。好，那不止如此，看到今年第一季呢已经迅速来到了566.8亿美元。哇，感觉今年如果双方在持续的贸易往来的话，很可能会突破过去看到去年这样一个非常亮眼的数字哦。甚至呢到目前为止有一个最新的统计数字是4月份，俄罗斯它进口的新车94%都是中国品牌。因为其实很多的一些国外品牌，像日本品牌，他们现在卖到俄罗斯去有非常多的出口管制，有很多限制了，所以呢他们现在首选就是买中国货。所以你去看到中俄之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密切，而且呢那个数字越来越庞大了。那当然看到这个中俄这个心连心手牵手的这个欧美国家就不开心了，美国持续制裁，他又要加强新一轮的制裁了。特别是他看到了中俄之间不仅仅是在贸易方面的往来，
军事方面的合作好像也越来越紧密了。我们看到前一阵子，你看到中俄之间他们联合的做一些军事演习，那很多人说剑指台海问题哦，所以呢这就让这个美国心生忌惮。最近呢，这个美国他们在这个国会的时候呢，有一个空军上将，他就做了一篇报道，他就说了这样的一个报告呢，他说，中俄之间的一个军事往来非常密切，现在都联合军演了，针对台海关系。然后呢，他们甚至呢，习近平在当年出访俄罗斯的时候还签了一个上不封顶的这个所谓的伙伴关系，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他说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万一在未来的某一天，美国跟中国亦或是跟俄罗斯其中一国起了军事冲突的话，那不好意思，这两个国家很像变成了生命共同体。如果跟中国起冲突，那很可能美国要有心理准备，它可能会立刻出现一个第二战场，就是跟俄罗斯。那如果它跟俄罗斯起冲突，那中国可能也会第二战场。所以呢，美国说要预先为这样的一个状况做准备，他们不管是在这个兵源的部分，亦或是在这个军事设备的部分，可能都要做两手准备哦。所以呢，他们很担心看到中俄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于是呢，美国还有新一轮的一个制裁。现在战争打的就是经济实力，所以你看到欧美国家在俄乌战争开始之后啊，就不断的开始用经济方面的施压。那最新的美国的施压是针对目前的俄罗斯要在北极圈有一个北极圈的液化天然气的一个二号开采计划。那这个参与这个计划的很多的船舶商、船运公司现在都被纳入了美国最新一轮的制裁名单当中，他们就不让你再去开挖液化天然气，再继续赚这个能源钱了，不让俄罗斯继续赚钱。那欧洲呢，欧洲也有他们新一轮的制裁计划。我们带您看这个制裁计划呢，是第14轮了。好，这14轮的制裁计划呢，它特别是针对一些军民两用的一些商品哦，然后开始做管制哦，不再跟这个俄罗斯继续有一些贸易的往来。那除此之外呢，他们还有52个实体清单，他们就认为这52个这个实体呢，就是持续的在背后资助俄罗斯，让他可以继续打仗很重要关键哦。这52个这个实体清单当中被列上去之后，他们就会被冻结资产，而且会被禁止旅游。所以你就看到了，目前欧盟还有包括美国都有一些新的一些手段，要再拿出来制裁俄罗斯哦。但是呢，现在除了制裁俄罗斯之外，美国不断的跟这个欧洲咬耳朵，咬耳朵，咬什么耳朵呢？他说，你们制裁俄罗斯，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顺道制裁中国啊，因为中国就是俄罗斯的好朋友啊。所以呢，其实现在欧洲正在讨论一个问题哦，因为其实欧洲呢，它有非常多很重要的港口，那这些港口呢，其中有14个，中国呢都在里头投资了，或者是拥有股权了，或者是参与经营了，甚至是主导经营了。那于是呢，欧洲就很担心啊，因为美国就会跟他讲说你很危险。为什么呢？因为这港口就是你的经济命脉啊，如果你在这个地方运什么武器的话，那中国人在这个地方把你武器拦下来，或者是他知道你运些什么武器，你就什么秘密都没有了，你就像脱光光一样的摊在阳光下了。所以呢，你看到目前他们就去整个洋洒列出来，他们发现呢，中国在这14个他们有参与经营的欧洲港口当中，其中欧洲的前3大港口都有中资的影子在里头，甚至呢占了很大部分的一个经营主导权。好，第一名呢是在欧洲的鹿特丹港，然后呢看到是安特卫普港，然后第3呢是德国的汉堡港。那德国最近就把这个汉堡港的这个问题拿出来讨论了哦。他们之前就在考虑说要不要让中国远洋集团来经营嘛，后来是还是放就是开绿灯让你经营，但是呢你的持股比例要从本来想要拿到35%降到20%几嘛。好，那他们就举例这个汉堡港，他说啊，中国真的很会经营港口，这是这个基建狂魔，太厉害。他经营航这个港口非常有一套，整个上游下游的整个供应链一条龙全部搞定，而且呢都是最高科技化。在这个港口当中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人工，在这个整个搭载这个货柜啊，我在搬运货柜啊、挪移啊、放啊、安置啊、整理啊，全部都有大数据科技的天眼布在这里，一切全部都人全部智慧化。好，那智慧化呢，对于中国来讲说，哇，这是骄傲，第一把交椅，因为呢它就会所有资讯都有在这个港口当中的一个共享资讯平台当中呢，你就这么简单点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啊、哦，几点几分我的货柜呢已经进港了，几点几分我的货柜已经来到它安置的地点了，几点几分我的货柜里头运的是什么东西我已经清点完毕了，然后它已经通关了，就这么简单。好，我们听起来，你如果在商业的一个经营运营模式当中，你就觉得哇塞，这个合作伙伴真的太厉害了，我只要求你一，你给我做到十了，什么都有，连货柜内容都有，它几点几分运进来的，谁把它签收下来的，谁哪一个海关人员这个过关清关的，全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呢，看在美国人什么都觉得是阴谋的眼中，就觉得好，你干嘛要做这么详细呢？到底有什么阴谋呢？你是想要掌握我整个国家所有货运的命脉吗？以后你大数据看一看就知道我这个国家一年这个港口我的吞吐量有多少，我到底运了哪些东西，我有没有一些军事机密在这里，你全部都知道了，这怎么办呢？所以呢，欧洲现在想想也觉得是不是有一点后怕呀，所以他们现在欧洲在讲说，他们得要在经济利益跟一个非常高效率的合作伙伴当中，以及他们到底要不要保护这所谓港口是战略性基础设施的安全，他们觉得这是国安的问题。所以呢，到底你怎么权衡呢？那你真的都不要这样一个合作伙伴吗？商业的利益你要放弃吗？你全部都自己经营吗？现在他们还在权衡当中哦。所以呢，这个德国最近啊，这个他们舆论热烈在讨论汉堡港有中资怎么办，怎么办呢？那就看看他们怎么讨论嘛。那另外呢，要带您看，那他们另外一个担心俄罗斯是，俄罗斯觉得这个欧洲最近特别有一个可以观察的点是法国的马克宏。马克宏过去你还记得吗？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他还跑到这个俄国去，他说来，我来当那个调停人，我可以。他就跟普丁聊一聊，结果普丁不鸟他嘛，所以他就是铩羽而归嘛。现在可能是有一点太丢脸了，所以呢，我生气了，我要硬起来了。最近马克宏呢甚至讲，他说如果乌克兰抵御不住俄罗斯的攻击的话，他不排除他要派他法国的士兵上战场去跟你拼了。哎呦，这很怪哎，你派你们自己的法国的子弟们去人家的国家去打仗去哦。那当然普丁听了不开心，管你是不是真派假派还是你的选举语言，但我就不开心了。所以呢，最近一直啊，有那些这个欧洲国家的一些情报单位，美国他们也说他们拿到一些情资，发现呢俄罗斯似乎啊在用他的一些能够操纵的一些组织，亦或是呢用一些在欧洲的侨民开始有一些攻击或者是恐怖行动的一个状况。举几个例子哦，比如说呢像是最近啊在这个瑞典他们有一些这个火车的脱轨的事件，然后比如说呢在这个英国呢你也看到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些社会事件，它的背后呢或多或少呢好像都有一些俄国侨民的影子。特别呢你看到了在这个欧洲国家其中啊还有一个国家，它是放满了要援助乌克兰的物资的一个仓库，他们被人纵火了，然后就背后就说哦那也是俄国的侨民。所以呢他们这些种种迹象就说哦很可能哦接下来普丁可能有大动作，因为看不下去欧洲持续的援助乌克兰，可能呢他让你们这些欧洲国家付出代价，所以他们现在正在严阵以待。但是呢你看到了这个俄罗斯啊普丁啊就是对于这个欧洲现在感觉是不是要升高那个态势啊？有人讲说赶快叫中国去想办法，中国跟俄罗斯很好啊，你赶快去劝劝普丁啊。中国怎么回应？他说要不要先搞清楚到底是谁在挑起这场战争，这个是区域性的地缘政治，应该要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那中国呢就说了，明明就是你们这些西方国家北约啊欧盟啊美国啊一直在资助乌克兰，给他弹药给他武器给他底气给他勇气啊，然后让他去打这个普丁嘛，然后拖住普丁呢，然后呢要拖弱整个俄罗斯的一个经济国力还有他的经济状况嘛。所以呢这个中国就讲，明明就是你们一直在给武器啊，那这个美国也说，那你中国也在背后偷偷给武器，你只是没有明目张胆给而已啊。你看到现在目前在战场上，俄罗斯你看普丁他有北韩的炮弹了，他有伊朗的无人机了，而且中国呢其实也帮着俄罗斯建立起他的一个军事工业了，所以呢俄罗斯现在呢越打越来劲了啊，炮弹不缺了我就打得开心了，无人机也来了，你以前笑普丁说我们还是那二战时期的武器，没有，我现在无人机了，无人机越来越多了。所以呢大家就讲了，现在美国还在持续的这个军援乌克兰，不是又通过一笔新的吗？他们说算一笔账，你从经济的眼光来看哦，这个现在的美国呢加上这次新通过这600多亿的美元，大概1000亿-2000亿美元我就可以拖住你这个大国俄罗斯。对美国来讲经济实惠啊，性价比高，
CP 值好啊，我就花点钱，我就把你这个国家拖入泥沼，我又不用真的自己去。现在美国还是把重心放在亚太地区，担心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美国现在军方他们流传的说法是担心中国会有所谓第二战场，所以呢，这个俄乌战争还在打，我就给你点武器，乌克兰你自己去送死，自己去打，然后拖住普丁就好。那现在美国最重要的主力战将呢，主力的船舰啊，军力放在亚太地区，因为他发现啊，在俄乌战争主要影响是北约，是欧盟嘛，欧洲国家还是有厉害的啊，英国厉害啊，法国厉害啊，你俄罗斯打乌克兰都打不了了，英国跟你拼了，法国跟你拼，德国拼你跟你拼 ，OK 的啊。但是呢，你反观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日本、菲律宾、南韩、台湾，哦，这个如果真的跟中国拼，可能拼不过哎，美国一定要来帮忙。所以美国你看到明明是俄乌大战打打打，结果呢，他还是把军力放在比较牵制中国的亚太地区。好，那于是乎呢，你就看到了现在这个世界啊，以后大家的世界观，你不要想象是一个地球，而是这个地球当中有两大阵营，一个阵营当然就是美国为首的这些西方所谓民主阵线联盟，另外一个呢则是中俄为首的，你看到带的一些新兴国家，或者说政治体制上相对比较集权的一些国家，现在变成两大阵营。最近有一个民调，他去调查国家的一个你选边站的意向哦，他们就说了，会站在美国这一边的呢，133个国家当中有81个国家比较认同美国，那当中呢52个国家是比较认同中国的哦，所以呢，你说这个两大阵营会不会美国那个西方的民主联盟比较大很多，然后呢，在中国俄罗斯这个地方真的比较小呢？目前看起来似乎哦，哎，真的要抗衡起来，真的要大战起来，哎，还说不一定哦。所以你就看到了未来的这个世界啊，将会变成两大阵营，我们讲了非常多次的，只是现在呢还在进行当中，最终会走到什么样的境地呢？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会持续帮大家追。好，这是今天帮大家准备的内容，希望你喜欢喽，我们下回见，拜拜。